我要来开始替我下一趟复古岛行程规划一下。这里不可能又是饭店吧？这边饭店听说是网络上年轻人很喜欢的一间饭店。哦，新家。哇，好冰，好冰，哇哇，它是冰毛巾哎，外面很热，然后来这边就有冰毛巾可以降一下温。哦。哎，这饭店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啊，你看到这边有个坝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它中间泳池又有一个坝，然后沙滩呢又有一个坝。 然后屋顶上又有一个坝，所以这边总共有4个坝可以让你all you can drink。哦，因为其实这一家饭店呢，它叫做 Pullman， 然后它离机场其实蛮近的，大概20分钟的路程。很多人呢来富国岛玩，想说南岛可以住，或者是北岛可以住，但其实住在离机场附近，要你去哪边都很快。对。或者是大家可以两边都玩，可是我觉得。 自由行有一个优点是我们不用一直跑行程，对，很适合那种我已经来富国岛玩过了，像我们已经来过了，很多地方去过，我只是想要选一间好饭店，5天我就待在饭店里面，好好的享受，用很便宜的价钱，所以这就是来大家来到富国岛玩，我不用一直去到很多地方的话，你可以选一个好饭店，你就住在这里，好好的享受饭店的设施。我刚看了他们有 SPA， 有一些海边的那种瑜伽课程，红酒的，然后还有很多你可以在里面学习绘画、学习做陶土，就很多饭店的课程你可以来选，就是真的可以待在这里。对，你可以好好在这边享受。没错，而且它还有很多你刚刚说的酒吧之外，它还有下午茶。对，下午茶的部分听说也很厉害。金桥，因为他说到沙滩大概就200公尺，但是你可以好好的坐这个。 高尔夫球车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到沙滩去，而且他说啊，就是可以好好点着酒，然后再游泳池里面游泳。我发现富国岛的饭店其实都规划的还蛮好的，就是泳池都很多，然后很漂亮，然后走路就可以到沙滩。真的，我觉得可以直接走到沙滩是一件非常棒的事。对，其实就有点像你在住 villa 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但这个又更酷了，不用走，我们直接坐车到沙滩。而且刚刚 boss 跟我说，这边的夕阳很漂亮。有啊，南岛的夕阳很美。对。 哇，好嗨哦！好想跳进那个泡泡浴里面吧。泡泡 party， 你要去看那个泡泡趴吗？我们先参观一下泳池好了。我们先去看泳池。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时间就有 DJ 在放音乐嘞。哎，他们说你是可以点着酒在泳池里面，然后边听音乐，然后边在游泳池里面消暑，觉得很舒服哎。其实也蛮多小朋友的啦。哦。蛮多小朋友来这边玩。 你看中间有一个坝，你完全不用起来，你就在游泳，用游的游过去，跟他说，我要一杯 tequila 什么之类的，好棒哦，海滩就在那边而已。哦，其实我们用走过去也可以到。 我们现在又是沙滩了。对，我觉得这里的园区真的很哇，在下雨，这边蛮好玩的哈。他说啊，那个泡泡派对呢，每个礼拜会有2次，然后下午的时间会一直有，所以如果你来5天的话，你应该会碰到1天这样，对，就可以感受一下那个 party。然后这边呢，还有就是他说比较常见就可以看到这个日落，对，很美。但是我们现在要直接到沙滩。哦，他跟我说这里还有一个很棒的玩法。 他们会租借那个自行车给住客，然后如果住客想要骑自行车去附近玩的话，都可以。对。而且现在还可以打沙滩排球，哎。Oh my god！ 哎，好白。哇哦！现在这边好漂亮哦。好美。他说呢，这里有个重点，这里是求婚圣地。真的假的啦？他说这里很多人会来这里办婚礼。我相信。对。 在这种view下面，女生应该就不会拒绝了。他说有一个地方是这样往前走，会看到很像告白的求婚平台，但我们要找一下。哇，不过这里真的很美哎，我觉得这里的海风吹起来都好舒服哦。哇，好棒哦！哎，它这边看日落真的很棒，因为它这边备了很多那种躺椅，你可以直接躺在这边看。对啊，哦，你真的是就是穿着飘飘的洋装来，你就可以拍超多美美的照片。拍超多。 我们去做这个，好，我刚好要去，谁先到就赢了。加油！我先，哎，你帮我推。我跟你讲，你帮我推。推当过圈可是很恐怖的哦。哇，好舒服哇！哎，这是。
很浪漫哎，天气很好，超美的。哎，这个如果有那个啊，哎呦，这个如果有黄昏夕阳，一定100分了。晕了！因为它毕竟就是主打一个让大家好好的在房间里chill一下哦，不是那一种不是那一种，他跟谁来了？OK， 对对对，哎，对，对了，他们也是这样敲三下，喂，看我的书包。哎，天哪！我去帮你们开那个纱窗，现在刚好有夕阳哎。这个是度蜜月用的吧？哦，可能你看，这电动的，这里还可以看到它。哇！哎，连世华哥都哇了，你看多么厉害！你看这个 view， 这个穿透性，这个 view 不得了哎。哦，不可能那么幸福。哎，这个真的，那你讲，你可以在饭店好好的chill一下。对啊。而且这里直接像他刚刚跟我说的，饭店就房间就可以直接看到夕阳，就是这个概念。我们其实，在顶楼哎，我们在最高楼层的房间，然后他这个是就是给你放湿衣服用的哦。哎，这个真的是很重要，你看，因为玩水有时候衣服都不知道晾在哪里，他都给你晾在这边。嗯，真的，我刚刚已经跟那个老板约好了。你刚约好对，老板说你是在约台湾的餐厅这样约一下的那个概念，对对对，马上约好房间。因为他说其实十二月来的时候是最宜人的时候，对，因为其实这里像我们有说嘛，就分旱季跟雨季，然后大家看到播出的时候刚好是旅游胜季，真的，十月后一直到十二月应该也是非常热闹。那副导一起来吧。我就定你隔壁沙姐，没有，拜托，哎，我们是整个店的。他的意思是你出钱让我来，哎，没有吧？你的意思是他出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？你的意思是他出钱？对啊，你出钱，我是，你住，当我是，你住180嘛？我是白痴，他隔壁180，啊，这反正这很好爬，你看这样，这个真的很好爬，这个真的有人啦，有人看得到，有人看得到，三间，哪一间？然后你爸妈一间，爸妈一间，对啊，然后多么开心，在外面办喜酒，然后再邀请你们一起来，我们先来玩，对，然后不错，我们外面那边刚好可以求婚 ，OK 了，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个海岸线有够美，先求吧。请问你愿意带我来富国岛吗？哎，怎么是这样？相反的，对不对？我被套牢了。十二月订起来，看一下房间。跟你讲，红包大包，跟你讲，没有大包不让你们来。哇，我好喜欢这个浴缸的感觉哦。哎，你看，这个浴缸，你可以从下午就开始泡。哎，摄影机要救我一下，摄影机救我一下，这个哇，这个视角很好，来救我。男友视角。不是，你看，怎么是这样？我很帅，没有错。但是你看旁边那个 view， 你看这里，就是这个感觉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因为你泡澡的时候，然后就可以。感受一下，真的，整个好棒哦，很棒哎。先来替我们的婚礼试个菜，试这个，我们试点心。我们去那个沙滩那边可以拍一些buffet区，让大家自己拿，这样觉得怎么样？哎，这浪漫婚礼。对，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调酒，这是优德的，它是一个芒果的调酒。哇，因为其实越南芒果非常厉害，然后他们里面呢、很多点心啊，很多冰啊，其实都芒果做的。嗯，然后这是我们另外跟那个老板他们家店，然后我就刚就问那个老板说，哎，这么多芒果虽然这么厉害，但是有没有芒果酒精类的东西？然后他就帮我们生出这个。嗯啊，特调，你觉得刚喝起来怎么样？我觉得它很像那个芒果冰沙，其实酒精味没有很浓，很适合在婚礼的时候喝，因为那个新人很怕喝醉啊。对，你酒量好吗？还不错啊。好，那交给你了。对，交给我喝了。他们很精致哎，每一个上面都还给我玫瑰花，这一家真的很浪漫，真的蛮浪漫的。对啊，我有喜欢到。打开给大家看，这里面也是有芒果。嗯，哇，芒果酱，芒果内馅哎，这个泡芙，它外面是比较湿润的，然后里面这里是不是该不会每一道都跟芒果有关吧？因为都很黄。它这里的摆饰，你看黄色，他们其实主要颜色是黄色。嗯，你进来跟房间都会发现很多黄色元素。嗯，就是很阳光、富国岛，然后很洋溢的感觉。对，其实我蛮好奇，因为我平常也不在吃马卡龙，我只吃台式马卡龙。
但是我刚看到这个芒果马卡龙，觉得蛮想试试。这是芒果的吗？应该吧，黄色。应该是哦。结果吃起来是香蕉。你会喜欢吗？它没有我们马卡龙印象中那种甜到不行的感觉。这个整个套餐啊，除了我们额外点的这个酒没有在套餐里面之外，它还有茶，很适合配茶。嗯。哎，真的哎，它没有想象中那么负担那么重。对啊，好特别哦。这里比较棒的是啊，很多人呢，如果想要单纯来这里，想用下午茶，想用晚餐，或是甚至点酒来喝，他们都是可以进来的，就不限于住客，就大家想要进来里面感受一下这个氛围也都是 OK 的。如果你是来潜水的话，你又住在同一个饭店，那简直了，很方便，因为你行李东西会很多。对。然后如果你可以选一家，你看离机场很近，你就机场下来，你就来这边就定位好。我刚刚看到他们有很多接驳车，可以免费接你到机场。然后也有一些哦，他们的房价也有包含早餐，就是真的一切都帮你安排好。完美完美完美。吃饱就出去玩。然后玩海，因为离海边超近，真的，很棒的地方。而且十二月来这个风景跟现在看的应该是完完全全不一样，就是浪漫，赞啦 ！OK， 干杯了。是干吗？是干。你干我就干。啊！舒服，舒服。哎，我们越来越有默契了。美食资讯、优惠好康，随摇随到，还能整机重看，名店好物轻松挑，吃喝玩乐超无敌，时尚玩家 APP， 赶快下载哦！